再来，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战场，就是人工智慧的战场了。现在哦，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新领域拼命的插旗，而最新插旗的当然就是苹果了。苹果推出自身的最新的 AI 应用系统哦。苹果在发表最新的 AI 应用，他说用户可以经由 Siri。就可以用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而且他们强调说保护客户的资料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资料不会被追踪是有另外的保护系统。同时这样子的焦点也让马斯克非常不满，他说如果你今天苹果要跟这个 OpenAI 一起合作的话，我就不用你家商品了。他是怎么说？他说苹果如果在作业系统上整合了 OpenAI 的人工智慧软体，他就要禁止旗下的公司使用苹果装置。如果在今天哦，人工当然不能用，但访客的话，你就必须要寄放这些苹果的装置，寄放到这个法拉第笼，等于说是一个遮蔽电磁场的设备。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财产权，不可以接受任何的危害他们的安全之举。但是他的旗下公司这么多，等于说很多的公司都要配合这样子的禁令。如果真的出台的话，包括是特斯拉，还有 SpaceX， 还有 SAI， 都是有可能被禁的这些公司名单之一。应该说这些场合都不能用苹果装置。不过在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的这个发表会哦，还是让很多人非常关注，甚至有分析学者说这是重新定义AI 的机会。It's personal intelligence, and it's the next big step for Apple. 2024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登场，宣告正式进军生成式 AI， 发表更安全、更个人化的自家 AI 技术 Apple Intelligence。这款个人化智慧系统适用于 iPhone、iPad 和 Mac 等苹果装置。且和新作业系统 iOS 18深度整合，从内建的书写工具 ，Writing tools can rewrite, proofread, and summarize text for you. Whether you're working on an article or blog post, 帮助文笔通顺流畅，还加上总结归纳的功能，已经自动融入到苹果的 Mail、Note 等 App 里，甚至是跨平台到用户自己的第三方应用程式。You can now see summaries visible right from your email list. So without even opening the email.You'll know that your team is meeting on Thursday to discuss a new design. 不止在文字的处理上更智慧，使用者还能在几秒钟内创作出有趣的图像，成为全新沟通方式。You can create images in three unique styles: sketch, illustration, and animation. 另外，这个 Gemoji 是一款全新类型，独一无二，由使用者自制的表情符号，可以直接在装置的键盘上打字打出来。Just provide a description, and you'll see your Gemoji appear right before your eyes, along with more options to choose from. 至于语音助理 Siri， 也因为 AI 全面进化，变得更聪明、更有用，能够明白你的口误。What does the weather look like for tomorrow at Muir Beach? Oh wait, I meant Muir Woods. The forecast is calling for clear skies in the morning near Muir Woods National Monument. 不止如此 ，Siri 还能在 App 中执行数百项新动作，只需一句生活化的指令。So you can say things like, "Pull up the files that Jaws shared with me last week," or "Show me all the photos of Mom, Olivia, and me," or.Play the podcast that my wife sent the other day. 重磅消息则是苹果和 OpenAI 的合作，将把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整合进作业系统里，预计今年稍晚推出，带来更多 AI 功能。You'll be able to access ChatGPT for free without creating an account. Your requests and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logged.而这一系列强大功能是针对装置搭载 A17 Pro 或 M 系列晶片的用户，在更新到 iOS 18作业系统后得以免费使用。至于从全球当局到用户都关切的安全问题，苹果强调他们是以隐私为核心来建立 AI。The cornerstone of the personal intelligence system is on-device processing. We have integrated it deep into your iPhone, iPad, and Mac, and throughout your apps.So it's aware of your personal data without collecting your personal data. 自诩安全功夫做到家 ，iOS 18还新增了隐藏和锁定 App 的功能，以保护敏感资讯。When you choose to lock an app, if someone else tries to tap it,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authenticate using Face ID, Touch ID, or your passcode.
而除了一连串 AI 更新，苹果钱包也在 iOS 18加入更有效率的全新转账功能。With Tap to Cash, you can pay someone back for dinner just by holding your phones together. 至于苹果重金打造的混合实境头套 Vision Pro， 除了宣布新增中国大陆、日本等八个国家贩售，还搭载全新的 Vision OS 2软体，运用了机器学习，能够将一般照片呈现更好的立体效果。With just the tap of a button,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derives both a left and right eye view from your beautiful 2D image.Creating a spatial photo with natural depth. 只不过这一连串 AI 战略和功能更新，并没有给投资市场太多惊喜。当天苹果股价应声下挫近2%，同时还惹怒这号人物。在苹果宣布整合 ChatGPT 的几个小时后，跨界大亨马斯克发文威胁，只要苹果在作业系统层级上跟 OpenAI 合作，就会禁止自家公司使用苹果装置，并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疑虑。2015年，马斯克共同创办了 OpenAI， 之后反过来提告，控诉 OpenAI 违背以人为中心的开发初衷。也就在那时，马斯克自创新创 XAI， 试图打造更好的聊天机器人。TVBS 新闻综合报道。不过，或许 AI 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所谓的气候危机，尤其空污的状况，随着气候越变越差。跟着呢，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空气污染呢，在40年之内害了1.35亿人，因此早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要从气象开始谈起哦。包括是适应现象，再加上印度洋的偶极现象，让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的浓度快速升高。空污更严重的状况之下呢，因为天气而致死的病例也增加了14%。所以说，如果在今天你在很多的国家可能看到的都是这样子雾茫茫的景象，关键在哪里呢？像是很多的汽车排放、工业排放、火灾、沙尘暴，都是影响到空气污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很多的 PM2.5 细悬浮微粒就进入到我们的血液。所以说，这个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发现说，从1980年到2020年，过去的40年之间呢，全球有1.35亿人早死就跟空气污染有关系，而且。重症是哪里呢？中国跟印度，因为在亚洲区哦，因为早死的空污早死的人就来了9800万人。另外包括是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印尼、日本，也都是明显偏多的区块，要特别注意。所以保护我们的健康，要从保护我们的环境开始做起。但是说到环境哦，现在气候真的是一日数变，尤其在中国大陆有民众搭帐篷想要享受露营时光，但没有想到一觉醒来就泡在水里头。深夜里打着手电筒赶紧撤离，就位在云南昆明一处露营区，游客在河边搭帐篷，没想到睡到半夜帐篷被河水浸湿，水都淹到膝盖了。我们扎营的那个地方挨在那个河道边，然后肯定就是要矮一点。我们到凌晨差不多1-2点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水已经积起来了，我们说睡不了，那个床垫都是湿的。但我们集体就去住旅社了。因为强降雨天气导致水库水位高涨，而扎营的地点距离河边只有10几公尺。天亮后明显看到帐篷都泡在水里，还好逃生及时，没有造成伤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水起来了，我也挺害怕的。我叫人去靠帐篷了嘛，有的时候我靠敲起来的，现在水里的帐篷该给他们捞起来。要水边的我都不会给他们。河床边不能搭帐篷过夜，同样跑错棚的还有这对新人，在新疆大漠拍婚纱，但是却被质疑婚纱背景可能是墓地。我一直以为是藏葡萄酒的地方，而且我还特别喜欢这组照。不过新疆大漠图艺馆回应，婚纱拍摄点其实是火焰山万佛宫风景区，现场的建筑雕塑是根据生土艺术塑造原则建造而成，堪称古代西域生土艺术的现代展示。 TVBS 新闻综合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